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资管系唐仁兴老师。那在今天这个讲次呢，我们要跟同学继续介绍影像处理的自由软体 Inkscape。好，那在今天这个讲次里面呢，我们主要要跟同学介绍三个案例，怎么利用这个 Inkscape 呢去制作瑞典的国旗，好，以及欧盟的一个旗帜。那最后一个案例呢，是要跟同学介绍怎么把这个点阵图哦转成向量图。好，那第一个是有关于瑞典国旗的这个绘制哦。那瑞典国旗的绘制呢，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例。好，那它主要有六个步骤。好，那同学按照这个六个步骤来绘制瑞典的国旗。好，那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先设定我们图片的一个大小。那设定完图片大小之后呢，哦，请同学去设定格线。有关于国旗呢，它是一个比较一个精致的一个部分，我们一定要按照它的这个原本的这个尺寸大小，还有它方位哦来做好，所以它必须要设定格线。那第三个步骤呢，是绘制它的标志的背景。第四个呢，是画上十字架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是设置它的背景跟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颜色，好，那个瑞典国旗，好，它分成两个部分。然后第六个步骤呢，是把它保存，并且把它绘出这个图案，这是有关瑞典国旗的这个绘制。第一个部分呢，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页面设置成图片的大小。好，那同学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不管在 Inkscape 怎么样开启档案哦，它原本预设的这个档案大小就是一个 A4 的大小。这个瑞典的国旗它的这个宽度跟高度的比例哦，它其实是16:10。好，它是16:10。好，那我们就必须按照这个比例呢，16:10的这个宽高比呢，好，去制作这个图形。好，那同学在开启新档的时候，好，开启一个新档的时候，请同学在文件属性的下方，好，我们原本预设是 A4， 好，那下方有一个自定尺寸，好，那请同学哦，在我们的画面上面看到这个自定尺寸的地方呢，它的宽度请同学把它调到320，好，它的高度呢，请同学把它调到200。好，那同学可以看到这个右手边呢，它的这个单位是 px， 就是 pixel 的意思。好，所以它绘制的图片呢，它的大小就是320×200 pixel 的一张图片的大小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要设定它的格线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前面跟同学介绍过了，那这个格线呢，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绘制任何一个国家的这个国旗哦，它有一个非常制式的一个规定，好，制式的一个规定哦，所以设定格线呢，好，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条件。那怎么样设定格线呢？一样哦，也是在这个刚刚的这个在文件属性的这个对话方块里面呢，我们第二个要选择的是格线的这个标签页。好，那格线的这个标签页里面呢，我们按下新增。好，那在这个格线的间距 X 轴跟 Y 轴呢，我们把它设定为20的这个 pixel， 20的像素。好，那这样可以了。那第三个步骤呢，是绘制标志的背景。好，那标志的对背景，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瑞典的这个国旗哦，它中间是一个十字架。好，那怎么样去绘制这个十字架呢？那这时候矩形工具就变得很重要了，请同学选择矩形工具，绘制320×200的这个国旗的背景。那第四个步骤呢，是画这个十字架。好，我们再次选择矩形工具，那绘制了水平的这个横条跟垂直的横条，那它就会出现下方的这个瑞典国旗的一个初稿。可是同学有没有发现，国旗的这个初稿呢，它的这个垂直跟水平的横条呢，它并没有融合在一起。那主要的原因呢，它是单独绘制的哦，所以它并没有融合在一起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就请同学按一下 Shift 键。那同学按下 Shift 键之后呢，你可以再一次按一下这个选择的按钮。那同学按了一下这个选择的按钮呢，你可以把水平的区域跟垂直的区域哦按一下选取。那同学按了一下这个选择功能表里面的路径，请同学选路径的相加。好，路径的相加。那这时候呢，它就可以把水平跟垂直区域的这个选择的区域呢做相加的动作。好，它就会把这两者呢合并在一起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第五个步骤呢，就是设置背景跟十字架的颜色哦，就是我们要做这个上色的动作了。好，我们做上色的动作。那同学还记不记得要怎么样上色呢？好，那请同学按一下 Shift 加 Control 加上 F。好，那这是一个上色的快速键。那打开了这个填充跟边框的这个
对话框呢，那请我们同学先点选这个背景的这个区域，选择这个纯色的这个部分。好，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是因为这个瑞典国旗的背景是蓝色的。好，那因为我们不要有任何透明，所以它是100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请同学哈，再把你的滑鼠移到中间的这个十字的区域。好，那中间的十字区域呢，那请同学填上另外一组数字。好，这个 RGB 呢，请同学填上255194跟0。好，255194跟0。好，那为什么要填上这样的一个数字呢？虽然瑞典国旗的中间的十字架是黄色的，好，可是它的黄色是有一个固定的数值，好，所以必须要填上255194跟0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完成了瑞典国旗的着色的动作。当我们完成了这个上色的动作之后呢，同学，好，就已经基本上把瑞典的国旗绘制完毕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要做的动作呢，就是要把这个瑞典国旗要绘出成 PNG 的一个图片格式。好，那绘出成 PNG 的图片格式呢，好，它相当的简单，好，相当的简单。请同学记得这个快速键哦，叫 Ctrl 加 Shift 加上一，那一是 Export 的意思。好， Shift 加 Ctrl 加上一，它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瑞典国旗绘出去。然后这个绘出的时候呢，它需要有一个档名哦。那请同学在这个档名上面呢，你填上这个瑞典国旗的这个图片的档名。好，那它就完成绘出的动作了。好，那是不是很简单呢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敏珠老师哦，带我们示范操作一遍。敏珠老师，麻烦你。好，那同学，接着我们来做瑞典的国旗，请大家看一下我的画面。好，那在这里面呢，我们就根据刚才唐老师所说的，我们在做瑞典国旗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先去改变它的一个尺寸，所以我们先到档案里面的一个文件属性。那因为瑞典国旗的一个它的尺寸是长宽比是16:10，好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文件属性的时候，我们就用制定。好，那我们用刚刚唐老师告诉我们的，我们选择是 pixel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宽度呢320，然后高度呢，好，我们就设为200。然后是一个横向的一个国旗，那你发现它变得很小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面呢有一个功能，按数字5，它就自动拉成跟我们的画面一样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要设计它的一个格线，也就参考格线，所以我们一样在档案里面文件属性，好，在格线。好，那在这格线呢，我们就直接设它的间距是20，好 ，XY 的间距都是20，方便我们去画。好，好，确定。好，所以我们的格线都是20。那我的习惯性呢，我会先画这个十字，再去画矩形。横向的这个矩形呢，它是在正中间，所以我们数一数之后，应该是上面四格，下面也要留四格，所以是中间这两格，所以我们选择这个矩形，然后接着好上面留四格，好，刚好在正中间的地方画上这个矩形。那这个矩形的地方呢，我们把它的一个外框，好，请看一下左下角这边外框，把它移除。直向的这个矩形呢，它是大概在1/3的位置，所以我们大概是左边大概留五个开始，然后它的粗细要跟刚刚横向的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一样是选两格，也就是14个 pixel， 所以就是第二个。那它这边呢，我们也要改变它的这个它的一个填充的一个颜色。好，所以在这里面呢，我们要改变它填充颜色的时候，请同学注意一下，这个填充的颜色一样，在这边25。然后这边就是194，好，然后接着是0，好，那刚前面的前一个，好，这一个我们也要改一下，好，25，然后194，好，然后0，好，这就是变成是我们先把中间的十字做好，再来就是做它的一个矩形。那矩形我们一样，外面的整个国旗是蓝色的，好，我们就选择这个蓝色，好，好。选完这个蓝色之后，我们再来改它的一个颜色，所以这时候它的蓝色是0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是132，然后153，好，这是它的蓝色。那它会遮到下面的一个黄色的部分，所以我会把这个矩形的部分把它移到最下层，然后让我下面的这一个黄色可以出现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瑞典国旗的示范。好，谢谢敏珠老师的说明哦。那同学是会发现，我们如果要绘制一个国家的国旗哦，它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简单。我们只要按照这个6个步骤，跟着敏珠老师一起做，就可以完成了瑞典国旗。
好，那接下来第二个要跟同学介绍的案例是绘制欧盟的旗帜。好，欧盟的旗帜稍微复杂一点点哦。那欧盟的旗帜呢，它主要有四个步骤。好，那第一个步骤呢是要设定基本的一个参数。好，那什么叫做基本参数呢？就是同学刚刚已经试过了哈，就是我们要绘制图片呢，它有一个图案的大小。好，然后因为我们要对它这个图案的大小呢，哈，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，所以我们要设格线。好，以及它的这个背景的这个颜色呢，要去做这个设定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好，要去新增一个叫做参考线的欧盟的国旗哦，它比较复杂一点。好，要设参考线。好，第三个步骤呢，要画一个星星，好，一个星星，然后最后呢，第四个步骤呢，就要复制这些星星，并且把这个星星呢做重新的定位，好，因为欧盟的旗帜它一共有12颗星星，好，那这个是稍微复杂一点的欧盟的旗帜。那第一个步骤呢，设定基本的一个参数哈，因为这个所有国家的旗帜哦，它都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定位，好，那旗帜的比例，欧盟的比例呢是3:2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比例，好，那我们在课本上面给同学示范的这个国旗的这个图片图案的大小是270×180个这个像素区域，好，这个270×180，它正好是3:2的这个比例，然后我们可以把格线的这个间距呢，把它设定成20 pixel， 好，20 pixel。那同学有没有发现，好，我们在荧幕上面呢，好，这个打开了这个文件属性自定格式的这个地方呢，选择270×180。好，那同学是不是已经做到了呢？好，那第二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在这个检视的功能表哦，那这个同学必须要去选择这个参考线了。好，选择这个参考线。那选择这个参考线呢，这个要怎么做呢？在这个尺规的地方呢，要把这个尺规哦，透过滑鼠把它拖移到这个我们的工作范围区域里面。好，那这个同学要稍微要留意一下哦，就是如果你没有先在检视的功能表里面选择参考线呢，参考线是不会，这尺规是不会出现的。好，那出现了这个尺规之后呢，请同学一定要用透过滑鼠的方法把它拖移到绘图区。好，把它拖移到绘图区。那拖移到绘图区呢，这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参考线的一个对话方块。好，那在我们的荧幕上面呢，同学会看到一个参考线的这个对话方块。那上面第一个出现的是参考线的 ID， 好，这是它预设的一个数值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它出现一个标签。好，标签呢就是我们这个参考线呢，要不要把它制定一个名称？假设你以后还要再使用这个参考线的时候，可以把它再叫出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它上面有一个 X 轴跟 Y 轴哦，请同学 key 一下135以及90，好，就是它 X 轴跟 Y 轴的这个位置。好，那第三个步骤呢，是请同学绘制星形的符号。好，因为欧盟的国旗有十二颗星星，好，所以我们要绘制第一颗星星。好，那绘制星形的符号呢，请同学在常用的工具选项里面呢，选择星形工具。好，那同学是不是已经找到星形工具了？好，那在星形工具的工具选项里面呢，请同学把它拖移到我们的这个范围里面，好，工作范围里面呢，然后选择五个角，好，它就会出现一颗五个角的星星。它的轮幅比呢，请同学写上，好 ，key 入0.382。然后它的填充颜色呢，请同学先选择黄色，好，边框没有设定，那它就会出现第一颗星星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星形的这个颜色呢去做一个设定。好，那同样的，好，一样是在这个填充跟填充颜色的这个选项里面呢，我们把这个星星的颜色黄色的部分呢，请同学哈按照下面的这个 RGB 来设255、204跟0，好，255、204跟0，那这是有关于黄色的填色部分。好，那有关于蓝色的填色部分呢？欧盟旗帜呢，它的蓝色的 RGB 是0、51跟153。那请同学按照这个黄色跟蓝色的这个 RGB 呢，把这个欧洲的图片的颜色呢填上去。那这时候同学就完成了第一个步骤，把第一颗星星绘制完毕，好，把它的背景的颜色也绘制完毕了。那接下来这个动作呢，很繁琐也很重要。好，那因为我们已经绘制好了第一颗星星了以后呢，好，它要有十二颗星星，那怎么样按照它的十二颗星星的方法绘制完毕呢？好，我们把星星的这个高度跟宽度呢设为20 pixel，
20个 pixel。我们在功能表单里面呢，选择复制。复制完毕之后呢，请同学先设定好上方跟下方两个星星。好，上方跟下方两颗星星呢，可以按 Ctrl Shift 加上 M， 好，把那个复制的星星呢移动到上方跟移动到下方。好，移动到上方跟移动到下方呢，它可以设置它的垂直位置是加60跟减60。那接下来这个动作很重要，好，因为要把这个12颗星星呢整齐的排列到这个欧盟图志上面呢，它的 X 轴跟 Y 轴呢，好，用30跟加52加减52的方法，一颗一颗的把它排列到图片上面，然后最后把中间的这颗星星呢删除掉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最后我们完成了这个欧盟旗帜之后呢，可以把它绘出成 PNG 的档案，它就完成了我们的欧盟的这个图形。好，像同学可以在我们的荧幕上面看到，就是像欧盟的图形。好，那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敏珠老师哦，待会我们操作示范一下。敏珠老师，麻烦你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跟各位同学介绍欧洲旗的一个制作，请大家看到我的荧幕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看到，这是欧洲旗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规范，也就是它这个旗帜的一个长宽的比例，以及它的旗帜的正中心点到星星的位置的一个比例，还有星星本身所占的比例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旗子里面呢，刚刚我们唐老师所说的，它的长宽如果是变成是270跟180的话，那这个一就相当于90的意思，所以我正中心点到星星的位置就是60，然后我的星星呢，它就变成是20个 pixel。那再来呢，我们如果以正中心点为零的坐标的话，我们以正中心点为零的坐标，上下左右的星星的位移往上相当于 y 减60，往下就是 y 加60，左右呢就是往左 x 减60，往右就 x 加60，也就是我以这个右下角为正为第一象限，然后以左上角为负第二象限，然后这边是正负，这边是负正。那这边的八颗星星就比较有趣了，因为我们透过，因为它每一个度数都是30度，那我们透过三角函数的一个计算，算出它的位移的量呢，大家可以看到绿色的部分，它都是30跟52，全部都30跟52。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它就是属于正负，这边是属于正，全部都是正。然后上面这边都是负，然后这边就是属于负正，我们就可以以中间一颗星星，然后分别位移到不同的位置来完成我们的这个欧洲旗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开始制作。那现在呢，我直接在档案里面文件属性，我直接设定我的页面就是宽度270，高度就是180的一个 pixel， 就是用我们刚刚的数据来做。所以第一个我先做好这一个之后呢，接下来我要做星星。那我们就要选择这个星星，所以它的顶角是5，然后轮幅比呢大概是0.382。好，那它圆角呢是0，因为它是没有任何的圆角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面要画星星的时候，我们先画一颗星星。好，我们先画一颗星星，然后再去改它的颜色。好，这是我的星星画出来了。接着我们改这个星星的颜色。好，星星的颜色呢是255。204，好，然后最后是0，好，最后这个是0，好，这个就是我星星的一个颜色。那这个星星呢，它的大小，好，这个星星的大小呢，我们刚已经有讲了，它的星星的大小呢，宽跟高都是20个 pixel， 好，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把这边改成 pixel， 都是20。那我们怎么把它移到正中心点呢？就要用我们的参考线了。所以我们由上的这个尺规往下拖移的时候，会出现一个参考线。那我们直接连续点选两下。我们要先把这个单位改成 pixel， 好，然后接着再去选它的 y， 好，是90，好，就在正中心点。然后由左往右，好，也是拉一条线，然后连续点选两下。好，在这线上连续点选两下，我们一样改变它的一个单位，改成 pixel。那因为我们的那个垂直的线是要看 x 轴，270的一半，好，就是135。好，确定。
好，它就会在正中心，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一个星星移到正中心。可是你看到我们在怎么移的时候都没有办法移到正中心。我们一般呢在做的时候，我会做一件事，我会用上面的这个位置来做调整。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改成是 pixel 来移动它的一个位置。所以它的位置我们不会是刚好在135/90的位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星星本身呢，它有高度，所以它是对齐在正中间点。但是对齐的时候，它是以左上角为对齐，可是我又希望以正中心点对齐在这个地，在我们刚好国旗的正中间，所以变成我的左上角全部都要减十，所以 x 值135/10就会变125，然后 y 呢是90/10就会变80。好，那你看到星星就会在正中间的地方。接着我们要复制12颗星星，好，然后我们就直接 Ctrl 加 D， 好，它就会复制很多颗的星星了。好，那我先这个星星呢，我复制的时候，请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这边有下面有很多颗星星，因为我刚刚按了好多个 D， 好，好，所以星星复制完之后，接着我们要Ctrl Shift 加 M， 好，这是会出现这个变形的面板，我们做移动。那我们刚刚讲这星星的移动有上下左右，所以我们先往上下左右先移，所以先移水平，好，先移正60。那记得这边都要改成 pixel， 好，才会正确，好，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单位都是 pixel， 所以我选择正60，好，套用，好，才往左边。接着再点中间的星星，变成是-60，好，它会移到左边。再来。好，这边改成0，然后换移下面，好，正60，好，对不起，我们要点中间的星星，哦，正60，好，套用，好，再点中间的星星，变成-60，套用，好，再来一样选中间星星，那记得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剩下8颗星星都是30跟52的组合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先选，好，假设30、52。套用，好，再点一颗，好，30跟52，好，我可以两个都选负，好，套用，好，再来一正一负，记得都要点，先点中间的星星再套用，好，再点中间的星星变成上面负下面正，好，套用，好，再来变成颠倒，好，上面是52，下面是30。好，下面30，好，好，那我们一样会有一正一负的一个一正一负的一个现象，所以我们先30、52两个都是正，好，套一样选正中间的星星套用，好，再选正中间的星星两个都是负，好，套用，再选正中间的星星一正一负，好，上面先正，套用。好，那中间没有星星了，因为我们刚刚在做的时候漏复制了。如果万一你发生这种状况，请你先复原，也就是让中间的星星先有，然后接着请你再按 Ctrl D，Ctrl D 就是再制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你多按几颗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再来做移动。好，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刚刚这一颗星星呢，已经要做套用的，就是52跟-30，所以我们直接套用移过去。然后接下来这一颗星星呢，刚好把正负符号做颠倒，负。然后这一个下面这一个是正，好，套用，好，你看一下12颗星星都已经出现了，接着把中间的星星，如果你有多复制的，全部都删掉，好，我们就把中间的星星都删掉，接下来就做我们的欧洲旗的旗面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把欧洲旗的旗面刚好就是我们刚覆盖了整个的一个画面，那欧洲旗呢，它也有颜色，所以在这边我们要选填充改它的颜色，欧洲旗的颜色是。它也有固定的颜色是0，好，接下来是51，好，再来153，好 ，Enter， 好，然后我们一样把这个欧洲旗呢，这个旗帜呢放到最下方，好，你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欧洲旗，啊，完成我们的欧洲旗了。好，谢谢敏珠老师的说明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同学介绍一个很有用的一个功能，就是把点阵图转为向量图。好，那怎么样把点阵图转为向量图呢？好，它在 Inkscape 里面呢，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哦。它只要在功能表单、功能表列里面呢，好，把这个档案汇进来，好，把这个点阵图的档案汇入进来，然后在功能表单里面呢，选择路径描绘点阵图。
好，描绘点阵图，然后做适当的参数的设定，好，它就可以把它变成向量图了。那同学会觉得啊，为什么要把点阵图变成向量图呢？是因为我们一般呢常见手绘的素描哦，它其实手绘的素描呢，假设我们要把它这个扫描进电脑里面，它就是一个点阵图。好，那把这个点阵图呢，它透过 Inkscape 的这个软体呢，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变成这个向量图。好，那变成向量图有什么好处呢？好，假设我们希望让它变成是一张这个名片，好，或者是一个海报。那不管是名片或者是海报，它放大缩小它的解析度并不会改变。那我们呢，把这个案例里面呢，输入进去，好，汇入到这个 Inkscape 里面。当我们点选它的边缘的临界值是 0.65 的时候呢，我们按下确定，好，按下确定，好，那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素描呢，点阵图都变成向量图了。好，那向量图呢，它就可以放大缩小，它并不会改变它的解析度。那透过这个方法呢，好，那我们可以把我们平常的这个素描呢，或者是从其他的地方扫描出来的这个图片，可以很快的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向量图，再做后续的这个影像处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敏珠老师哦，带我们示范操作一下。敏珠老师，麻烦你。好，接着同学，我们来介绍如何把点阵图转为向量图。请大家看到我的画面，我现在已经汇入了一个点阵图。那我们要转换成向量图，其实非常简单，只要用路径，然后描绘点阵图，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开始描绘点阵图。那它有很多种方式，例如第一个是亮度截止，然后接着我们按更新，它就会帮我们描绘出向量图的结果。那当然它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一个方式，当你选了之后你就按一个更新。好，那目前呢我们试过之后，我们觉得亮度截止它是最合适的，然后我们按一个更新，然后可以改变这个临界值。好，假设我改成 0.6， 好，更新。好，接着我按确定。好，您看到我上面呢，好，关闭这个。接着您可以看到我上面其实是已经有两个图了，一个是黑色的是我的向量图，红色是我原来的点阵图，我们把它放大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 A 跟这个红色的 A， 很明显的感觉得出点阵图它旁边会有锯齿，当放大的时候，可是向量图却不会有锯齿的一个形状。好，那做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用我们前面教过绘出 PNG 档，或是储存成一个 SVG 档，变成是一个向量图的一个形式。好，以上是我们的一个向量图的一个介绍。好，谢谢敏珠老师的说明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很简单的跟同学介绍了三个案例。好，但第一个案例呢是绘制瑞典的国旗，那第二个案例呢是欧盟的旗帜，那第三个案例呢是点阵图转向量图。那前面两个是有关于国旗的绘制，那同学有没有发现，这有关于国旗的绘制哦，它不管在颜色上面或者是在形状上面，它都有一个标准的一个尺寸跟规格。那当有标准的尺寸跟规格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必须按照它的标准的尺寸规格去做这个设计。好，那最后的这个点阵转向量图呢，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哦。今天的这个单元呢，能够对同学在未来的这个绘制上面呢有帮助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，非常感谢同学收看多媒体应用第9个讲次，我们下周再见，谢谢，拜拜。